拿个盆儿，去摘那个杏儿。我昨天就应该摘，戴着，你看我戴这个帽子，就是专门干活戴这个帽子，也显得特别不干净。我没戴白的，哎，摘杏。我看他们都摘完了，哎呀，这小毛桃杏，啊。我这桃子，你看我们这个桃长的，就长起来了啊！这桃也长起来了，这个桃是叫九宝桃啊！啊靠，这掉一地！哎，老李，我给你够吧。我发现上面那个更红。你给我捡大的，捡大的，捡大的。捡大的，哪有大的？小的不摘，都是小的。有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小，你摘它干啥？看我们摘杏呢。对，那几个有大点的。这杏就是小点，但是甜啊，甜，真好吃。那个顶上，要不都给它摘了，还是咋的？先摘点儿，摘点儿说吧，等等吧。就怕掉，真掉啊！它是真掉啊！那没法。嗯，怎么不摘了？犯病了。哎，它一定摘呀、啊！哟，上面高，最高我够不着了、够不着。那咱连刀了，上面大，上面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晃一下呢，在地捡。晃着那头捡不着，你晃这头，哎呀，你还晃那头完。那掉的都是死透的。哎呦，好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全掉了。捡，捡，捡，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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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摘了。摘，摘多费劲呢。哎呀，这都是太稀烂。全是、啊。你看我剪就行了。看我剪就行。那边得发，那边也得晃。不能摘。摘不了。上不去。太高了。那块儿，赶紧你给它整一整，完了再晃。对，我把草整整。哎，你把这草整。我一会儿拿锯和镰刀去。行，等会儿，先把这。咱明天走说的整，这够吃得了。啊？走说的整。这上面的树熟了吗？啊？上面那个树。上面那比和这个差不多吧？还是比这个大呀？差不多。啊，这小杏多好啊！还晃吗？我看不晃了，吃不完。这一晃都，得晃满地。行了，咱们暂时先弄到这儿吧。你看，来，你看，你看我们这红彤彤的，
这杏上面那个更那个什么，扇子更多，不是更多，掉的更多。我先看看去，多呗，这杏也忒多呀，这个杏也都熟了。没法摘，先不摘了，就吃这些吧，吃不了，都浪费了。看我们摘的这些杏，杏的颜色都好看。我拿着锯，就把咱这锯了。真甜，这才是真正熟透了。长熟的不是放熟的，这是啥面不知道，这是界北邻居自己家蒸的，给我们拿了个馒头，黑面的，尝一尝。还给我们拿了花卷儿，麻花，老李，你吃这麻花了没有？吃了，太好吃。真好吃，麻花，自己砸的，他们给我们拿这么多，那人家都不吃了，你就给拿过来了。砸的真好，因为真好。不是，砸麻花这人真会砸哎，这麻花砸真好吃，不太咸，还特别香，特别酥。挂起来吧，把这个放冰箱里。